在前面这个是你看在那里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进来的。大高，哇！啊！先冲房子。给挑起来。哎，挑起来，把那个。挑不起了，现在已经挑起了。没事，稍微，没事，是吧？就是大，在哪里强啊？这个有。四五斤哦，啊，有。大哥，你快来弄你这个东西哦，我弄不来。你放松，你要放松你的线，这个、你要放松你的线，你要放松你的线。你快来弄你这个，我弄不来。哇，那哇，这鱼大的强，哇，这么大，我去。这是追手那个抓住。推动，这鱼好吃吗？不知道。这中鱼了也好难拿起来。这个要有抄网就行了。没有抄网很难。直接拉线上来可以吗？吹起来好恼火了。不要再往上拉了，容易拉掉。稍微放低一点哦。我看到了，我上次看到一个就也是这样子，没得抄啊！我想这么大个魔鬼鱼，怎么看？这个鱼好不好吃啊？哦，收到了。这种鱼好不好吃啊？就是我们那个，我吧，有钓的那个。这种哇，谢谢。有没有三兄弟？没有。有。大力的，哇，跳水耶！你给我接近鱼啊！我的老窝来了。再把钩。回去呢，做沙西米。一条这样的肉，这条给你吧。哦，这个小一点。大钩吗？啊，应该不用吧？我啊、哦，可能要这个一只有一公斤嘛。这个也是。那我可以提上来，可能。这个是小一点的，对。这个只要。也是那个老的。三百公。啊、哦，这个大的还是大钩，这样大钩吧。啊，就这个给你吧。不要了，你自己拿去撒西米啊。我有那个，
提上来了，提上来啊，提上来，提上来。我帮你勾了，谢谢你。我来，等一下，我帮你上。我 OK。可以。